来，我们四个都要对哦，希望不会有人犯错。我们四个智商之高，我们四个以我们平时的默契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无敌了。四个都对就收工 ，OK 吧？一样动漫人物啊，动漫人物啊，四个都要对哦，四个都要对哦。那感觉来最简单的就好了。好，这么难啊？这个很难呢、欸。他是。哦，等一下这个，哎，然后。红色的鼻子吗？来，不多就这感觉了。然后，我觉得我尽力了，大家加油吧。他旁边好像有一些小东西吧，这样吧。觉得我尽力。完蛋了，这个我是真的没怎么看过。我要把这个精髓画出来。哎，这题一定能对，这题一定能对。东西一色，然后这样什么意思啊？照抄，我就什么东西。这肯定是上一个人在搞鬼，感觉这个应该是这个颜色吗？这一定有人在搞，哭啊！这是什么？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已经要拆了，我以为我要画哎、欸，完了，我没有打出来，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。我觉得我那个是，我应该是同人。你们都有打到吗？不知道，我以为这个是 Pico 吗？啊、哦，原来这个是你出的。我觉得我画的很好。哇，那个叉叉有啊？我根本不知道隐藏什么，找一下。好窄哦，丁义！哦，好废哦，丁义！那个叉叉，你看不出来。陶乐比，我有抓到那个神韵的，虽然大凯是画这样，我这个神韵啊，一定有啊。陶乐比上，哎，原来只要画两个就要猜答案了。你秒！我靠！哭了，你洗吗？直接牙齿，哇！这牙齿怎么没有画、啊？不是，直接口啦！我根本就不知道史迪奇到底是长怎样。小当家，哦，完了！原来那个是小啊，弟弟，麦克劳哦，这就跟他那样。对，你就是没有把他那个手，你就是没把他那个手画出来。哦，特哦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个特哦。你要是有画这个手，我说不定会，我应该会对，我应该会对。哎，我真的没看到他有一个特哎，他那边有一个特哎，一个特是那个灵魂。我出的真好啊！哎呀，我出的是真棒哎，不错哎，不错。那再一次吧，再一次，一次过吧，一次过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我会，这我会。也算是动画是吗？这个发型呢？头发有点这样吗？哎呦，还是有点翘翘的。
哇，我画的真好哎、欸！上色，上色，上色。这题也太难了吧？这题是什么？我确定啊！上色，上色。哇哦哦哦！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这是什么啦？哦、为什么、啊？但我觉得这个会很难猜哎、欸。完了，我忘记刚刚那个人画什么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忘了、欸，算了，我也忘了。他刚刚脸是长怎样啊？完了，我忘了。这应该不会差太多吧？哭啊！只能这样了，时间不够了。这什么东西？啊！啊！可恶！这个独眼仔，该不会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吧？有这种？这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嗯，好，走了，拜托，四个全对。面包超人。靠！原来那个是面包超人哦，白痴哦！哎、欸，你这样好像动物森友会那个，啊，难怪骂人家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不是，对呀，哎，你知道，你至少还是个超人呢、欸。我的，我以为是巧克力口味的。哦，白痴了，他出这个出这个东西好不好？独眼霹雳到底是什么、啊？我真的没看过哎、欸欸，我完全不知道独眼霹雳。旁边那个是、啊，哎、欸，史迪奇该不会也是你出的吧？没有，史迪奇不是我出的，但照理来说有出来吧？其实我画的那个灵魂是有出来吧？不是我其实没怎么看过史迪奇。哦哦，这个 OK 吧？哦，这个好呢、啊，这个不可能错。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时间不够了。白痴，你这什么东西？精灵阿拉登哎、欸！阿拉登是啥鬼？有主哦，你不要出这么惨、啊，这个很像，这我看得出啊。哦，这你看出来了。这不是看出来吗？就那个，我看不出来，我没看过这个、啊欸。不是哎、欸，我其实有上色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没事。不是，我没有看过幽助啊！幽助是什么？那悠悠白书的吗？那也没办法哎、欸。悠悠白书呢？悠悠白书，我还没怎么看过、欸、我也没看过、嗯，可是我知道那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大概知道大家的水平在哪里。我有一个一定可以对的。好了，那我取一个一定可以对的啦。嗯。耽误大家时间。我们还是正常一点吧，正常一点。嗯。这个简单的，好、哦，什么东西？这还能错？这还能错？不是哦，我这个又是什么？嗯？完了，啊、真好哎、欸。我觉得我画的很棒，画的真好。好，完了，我下一个一定猜不到，完蛋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个我懂，这个我懂。Okay. 这是什么啊？好了，算了，我就照画了。我上一个就继续乱画。这个我只要照抄应该就可以了。其实我怎么记得他就不是长这样，他应该是长这样的。还是给他一个这个好了。这是到底真扎腿？我刚看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嗯。哦，好啦，哎呀，依旧是十分的容易啊！啊，奇怪，他那个鼻子，算了，应该
那是不会错，那是不会错。哎，不是这样，我真的，理论上这样应该也是不会错。对，我真的不会错。哎，理论上这样也是不会错了。OK， 知道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我大概懂了。我感觉我这题好像会对。可是他又没有眼镜。这个该不，这个感觉是哆啦 A 梦里面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就你在那边搞哦！哎、欸，这超简单，这超简单的、欸，这超简单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们怎么可能会有人没看过烘焙王？不是，我这个已经尽力了。好，我一直在想说，还是那个，是吧？你刚刚你有猜到吧？哦，这个就蛮难错的，完美啊！哎，我画的是那个哦，他每一集封面的那个样子，是不是粉红猪小妹？也很像吧？一进的，算对了吧？算对了。哦，米老鼠的鼻子是这样的吗？为什么我印象不是这样？我记得米老鼠的鼻子是尖尖的。我怎么知道他的鼻子哪有这么长啊？我就没有印象哦。不是哎、欸，真的啦，我印象中的米老鼠是这样啊。有吗？我就没有印象了、欸。你看，我想想，米老鼠应该是鼻子尖尖，然后对啊，可能是红色的吗？哦，原来就是胖虎。哦，这个是胖虎哦，哦不是，你好歹也上个色吧，我想说以你们的智商应该是出差不多这一种的，他上面那一张那个色根本就上错，那个衣服色没上好，不是我尽力了，我尽力，他们是穿橘色跟黄色嘛，我们对两题 OK 吧，对两题我就吃宵夜 OK 吧。可以啊，稳、okay, 的吧？对两题的，不要再闹了。对两题，我去吃宵夜。比较红的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这个很难有问题了吧？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好像蛮简单的，我想想。哦，完蛋了！他想怎样啊？哇塞！嗯，这应该很像啊。涂个色头，又好像完啦，极限啦！我只记得他长这样而已。完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长怎样。那一部我不喜欢看。这个我好像知道嘞。哦，这个画的很好啊，这个。好啊，又有人不想对了，对不对？这到底是啥鬼？哎，为什么我画成这样的？哎，怪怪的呢。我只能说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我尽力举了。好啊，这东西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可能猜得出来？哦，这个难道是？这也不可能吧？头上有个十字哦，我好像知道它是什么，但是一时之间想不起来。完蛋了，我想不起来它是什么。我没打到，哭啊啊！不过我也完全跟天元突破有关系了，是不是？小杰猎人。哦，这个对了吧？应该可以对。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错吧？嗯。算对，哎，这题算对，这题对了，哎，这题对了。不是，你们叫小杰就小杰，不要画那个头发。白痴哦！哥哥，行，你画出来了。哦哦，你画的还是狮子丸诶、欸。
我画不出来，我画不出来呀、啊！我大看你画的什么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忘了呀，我忘了那个脸，我忘了。你画的还有一点狮子丸的样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是不是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你没有画耳朵啊？猜不出来，这到底什么东西？我只见他白头发，拿着刀啊，说啥呢？我谁猜得出来？你也是空哦，我没有办法，那剩最后一个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可以中吧？这个可以有，中个篮子你画的很丑哎、欸，中个篮子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樱桃小哎、欸，你的发型错了，哭啊！这个男生啊！哎、欸，你发型有对，你发型有对，至少还有机会猜到、啊。猜到，你问狮子丸，看那个是忘记画这个猜。哎、欸，如果你只看我的，还有机会对吧？那个，我发型至少是对的。你发型有对吗？哦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吃宵夜了吗？真正的，真正稳吧。好吧，真正的最后一层吧。我想想，我来出一个大凯肯定有看过的，这一次肯定可以了。我们接着前面的。哦，有喽。哦，有哎，这人出的有。这个也太难了。他是怎么样的表情啊？有看过，忘了长是方格的，忘了怎么样子的。我觉得我有把那个意味画出来，就看后面的吧。我忘了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是有看过，可是我忘了什么样子。哦，是这样哦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不懂这是玩的。哦，这个哦，我说不定可以帮他鬼转哦。嗯，我这个好像懂。刚刚是画这样子吧？应该是对吧？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对两题的啦。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嗯，应该是没有什么。哎呦哎呦，简单哦。我觉得今天人跟出一样的、啊，哭啊！我也觉得好像有两个人是一样的。我觉得，我也觉得有一样的，因为我觉得以你刚刚那个逻辑继续下去，应该就是那个答案了嘛。哈特利。哦，我以为你跟我一样。哦哦哦哦，这个正常多了啦。有哎、欸，大概好像懂哦，可以可以哦，可以过了。我是看你画，我才知道懂的。你讲，这是画我先画，可是我忘记了。你先画就长这样啊？在那边这样。不过我其实看得出来，我感觉应该是一样的。哎呦啊、哦！哎呀，有哎、欸，喂，轻松，轻松，你就可以全对哦。纳兹，全对了，全对了，全对了。这个人是画纳兹。哦，你的火焰在哪里？有，我帮他补火焰。哇、哦哦哦，有了有了，过了过了。我在打篮球的，我在打篮球的，哭啊！我以为你们是在帝王之眼呢。哎、欸，就缺你了，大凯。我有猜到，真的，我有猜到。丁毅还有两个比中指啊，还行啊。你的中指在很低。全对，哎，全对，全对呀、啊！耶、yeah, ，终于全对了，哎，下一次再来想想要出什么主题，哎，收工，收工，收工了。啊，赤司其实我觉得也能算对，他姓赤司，名纳兹。
扣掉大凯，让我是180的对。不是哦，你们那个画的很不像哦。没有画那个围巾的、啊。我们还有画那个围巾呢，大凯，他有围巾呢。哦，那是围巾哦，我以为这是身上的垢还是什么的。身上的垢，还是你一定要有那个 BGM 才行。收工了，收工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